申小姐，这是主厨特地为您准备的椰中杏仁西米露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有一点点咸？但和西米的甜搭配的刚刚好，没有做常规的冰镇，口感好独特，好温暖。第一次被一道甜品解救，这主厨确实很厉害。怎么样，还合您的口味吗？味道很特别，我很喜欢，替我谢谢主厨。那你先慢用，不打扰你。好。找主持人、摄影师。嗯，这婚我结不了了。混蛋！啊，又在做什么？再过一会儿就给他喝这个。嗯，然后。还有这个，你帮我给他。你干嘛不自己拿给他？因为我是神秘主厨啊。神秘主厨，小姑娘很可爱哦。行了，交给我吧。这是招待您的桂圆红枣茶。申小姐，晚安。晚安，谢谢你，方老板。你也谢谢主厨。再见。再见。哦，怎么样？让我帮你送走了。我看小姑娘吃完心情很不错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加了什么灵丹妙药？但是我这一次还是加错了料，她竟然都吃了。